黑社會頭目被殺，複製人魔出現，這個一個的標題並不是頭條新聞，而是作家陳嘉芬筆下嘉芬醫生破的案件。在故事之中，主角嘉芬醫生是一位病理學的醫生，他專長是破解離奇命案，找出死者留下的死亡密碼。在現實世界之中，作者陳嘉芬是一位病理學的醫生，他利用了公餘時間創作了嘉芬醫生一套系列的偵探推理小說，內容都是有關法醫的偵探故事的，而且當中有不少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，他將他在醫院裡面的所見所聞融入故事之中，並且大量加入醫學知識，所以當我們看的時候，不單止會被精彩的情節吸引，還會學到很多最新的醫療科技知識。我誠心推介嘉芬醫生給大家。